就整口塞这样。这大了，我怎么整口塞？冰块，哎、欸，我们以前喜欢玩的呢，冰块来去有没有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欢迎收看 Sweet 小编炸厨房。我是酒窝酱。那么今天呢，有一位新同学要加入我们炸厨房这个大家庭喽，欢迎。没有错，就是我，我是号称内湖高级厌世脸的妮妮酱。你要记得点我的台哦，点我台的免费招待一杯酒。不好意思，开始，开始。没有没有喝酒，等我喝一下，等我没有喝酒最怕。哎呦，又没擦，我的头发都乱了。那到二月这个时间呢，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情人节啦。我今天呢，将要和妮妮酱进行情人节的甜点大 PK。首先呢，我要带来是超高级的玫瑰苹果派哦。怎么听起来就觉得还好，有点 shit。那我来讲我的，蛮厉害的哦。我的是浓情蜜意巧克力蛋糕，顺便会教大家 get 另外一半的妙招哦。是是是是是是，我超期待这一 part 的。你干嘛期待啊？我的魅力值很高，你应该会输。啊、哦，我也没有在怕你啊。那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就先帮我们按赞，然后多多分享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做这个高级的玫瑰苹果派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先煮苹果，水滚之后就把苹果加下去，然后柳橙汁，还有砂糖。帮我计时一分半，你讲。好的，计时一分半。你把煮好的苹果拿起来，谢谢你，你讲。多互相帮助。塑胶姐妹调通大家一条心。那先拿我们的两片酥皮。哇、okay、黏在一起了。OK、啊、对对对对对，我这里有一个小撇步要教给大家。酥皮都是会有点黏黏的、嗯、我们就可以撒一些面粉在砧板上，像大厨这样。那你太好卖了。然后就把面粉铺在上面，这样酥皮就不会黏黏的了。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两半，等一下这两边要合起来哦。然后开始涂草莓酱，涂在这个要让它连接的地方。用草莓也来做调味的意思吗？没有错，你讲，你很聪明。那今天讲的话好累哦，还是回来好了。可以先把比较薄的苹果包在里面，因为就是玫瑰花蕊那个地方就是最嫩的地方。从薄的先开始，这里。OK， 你上。我吗？你行，你上。好啊，我来做给你看。你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脱单妙招吗？哦，没有错啊。对，我这边有一招教给大家、嗯、因为我在这个我们店里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就是他们最爱就是撒娇这部分。那要怎么撒娇呢？就是要把你身边的东西拟人化、嗯、把这个苹果摆上去，要跟他说你要乖乖的哟，等一下要变得好吃哦，这样。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哇，你好有童心，好可爱哦，这样。不过我是男生，我会觉得有点烦，应该还好。不会不会，因为你不是男生。然后我现在要把它对折，这样就好了吗？还没，要把它卷起来呀，妮妮酱。要开始卷喽，你要乖乖的哦。哦，你现在开始在对它。施展你的魔术就对了。对哦。好好好好啦，漂亮。这应该对苹果才有用吧。然后再撒肉桂粉，增添它的香气。你喜欢肉桂吗？妮妮酱。不好说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然后就要送进我们的气炸锅咯。确定气炸锅要先铺上一层烘焙纸。
一个一个放进去，在90度，然后15分钟。那现在妮妮酱呢要做的是浓情蜜意的巧克力蛋糕。那我们先把巧克力呢切碎，等水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巧克力碎片倒在这个碗里面。你们是怎么切到有细沙？这样子才能虏获男人的心啊！再来把这个奶油呢倒进去里面。那我们奶油可以也是切一格一格的，这样会比较好融化。那我们就把它倒进去。接着要隔水加热喽。耶，那我们巧克力酱已经做好喽。那现在要把它拿出来放到外面放凉一下。那我们接着就先颗蛋打下去。它怎么有点硬？好了好了。低筋面粉撒进去，撒糖，些许的盐巴也撒进去，等一下要跟我们的巧克力酱融合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东西都混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倒入这个巧克力酱里面咯。妮妮酱，你不是有说要跟大家分享脱单妙招吗？没有错，我介绍给大家的脱单妙招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touch 的部分，我们有接触，肢体接触呢才会拉近彼此的关系。那像现在呢，就是我这样子手嘛，不要局限在这边，千万不要，我们可以假装旁边是我喜欢的男生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把他打，没有错，不好意思碰到你了，然后他就这有点重，可以帮我拿吗？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两个人的手 就不小心接触到交点，然后就有滋，就会有就触电，没有错，就触电了。你就可以对它放电，这样子瞪它，没有错。哎，不是瞪，不是瞪它，是触电这样子。你做一次给我看，你做一次那个对镜头放电一下，你有点疑问的感觉，不是这样子，眼神要用力，微眯的感觉。那我们两个一起做，好，一起做，让观众觉得哪一个比较他们比较喜欢。三二一。现在就可以把它装到里面喽。这要敲一敲哦，敲一敲它的形状会比较好看。那我们的很华丽的玫瑰苹果派已经炸完了，它有绽放哎，你看，有哎，只是稍微，它应该是黑色的玫瑰对吧？有苹果派的味道，有有有，有肉桂的味道。把我的浓情蜜意巧克力蛋糕要放进去喽。好，那我们温度设180，时间帮我设6分钟，耶，这样就完成啦。哎，酒窝酱，那你知道今年最流行什么吗？你很想脱单吗？脱单妙招吗？今年年初就超流行的，等我拿秘密武器啊！从这里对吗？他。他是谁？美伦阿姨。美伦阿姨，对，今年很流行，今年年初超流行的。你只要把桌面换上他，然后他粉色的话就代表桃花。你看你的桃花那么大，你是不是很想要？然后后面呢，金色的话就代表金钱。他就是秃头，人家不是秃头，他只是头发比较金而已。哦，懒金。你不要对他讲不好的话。他会不保佑你哦，他会不保佑你。张嘴，你跟他讲对不起一下。美伦阿姨，恭喜发财！好耶，考好了，那我们来赶快看一下纯平长怎样吧。小心烫哦，你讲。不要在那边假了啦。Hello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最后的环节了，来宾就要来了。那个紧张感要来了吧？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要把它脱模，稍微跟那个模具分离，那我们就可以倒扣把它。哇！我变 man 了。
彪哥，刚刚那不是我。出来了吗？好，哦，这边有那么烫吗？我人家怕痛啊。刚刚是不是有点 man？ 我来，哈，好的，好了，哈，对，有了，好，刚刚完成，为什么手套都是手汗呢？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切，还会烫吗？你这样，有一点，不过为了来宾我可以忍。OK， 所以大家在做这些步骤的时候要小心烫，那是不是？捏一半啦、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声音为什么发抖？什么？哇！它有熔岩感哎！哇！意外把它做成有熔岩的感觉耶！好了，一二三，发了！好，一二三，这样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好，比较好看了，美化一下就好了。成功，成功！OK， 那现在我们的玫瑰花苹果派还有巧克力蛋糕都完成了，我们也摆盘好了。要欢迎我们的来宾三鲁彪哥。哇，彪哥，彪哥，好啊，彪哥，好啊，你干啥？彪哥是他。华华今天没有营业啦。他回你讲，是酒窝讲啊。酒窝讲一下，我唔办啦，我系淑华咧。彪哥，我是妮妮酱，今天这是我们两个。阿姨在我玫瑰花。啊，这有见面礼啦，哈。啊，谢谢彪哥。谢谢。彪哥，我让你睡吧。不然我告诉你，等一下下班有没有空？有一点忙啦，先吃。我们先吃。彪哥先吃来。哎，我口香糖哎。啊，对。给他。给他啦，彪哥，你给他，你手用出来。好啦，会这里来，哎呦，掉色了。我们 DIY 的甜点哦、喔，对啊，是家己 DIY 的啦。好、嗯，先加上。这是巧克力 cake 啊，这是洛斯派。洛斯妈妈。啊，彪哥吃的好好哦、喔嗯，怎么那么香？好吃吗，彪哥？啊，有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啦，咸了，咸了。我的就是洛斯派啦、嗯啊、你就整口塞这样。这么大了我怎么整口塞？哎哥哥一口。太大口啊，怎么一口？我就喜欢这个呢。啊，我们现在有加分题啦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布不行啊。好，我是赢的呢。你行啊，你行，就是要把这些食物当那个拟人化这样。嗯，好，比如说跟他说，哇，你看起来很好吃哦，要变得好吃哦，这样喜欢吗？我喜欢的。我的撒娇部分呢，就是肢体接触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彪哥来个交杯酒，交杯酒，我来，来。哦，彪哥，我也想要喝啦！阿妈好大哎，好大哦！好，彪哥，好来。他刚刚那个是加分呐、啊，那、啊、你现在要选一个赢的。那我们请三鲁的彪哥选择要哪一位小姐？好，我选一个，你们闭眼睛。好。好，一二三。嗯、啊啊，我选这个啦。Yeah! 你的太大口了啦，不适合放进去。它是刚出炉啊，它的好吃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是讲，它是丢冰块的吧？冰块，哎，我们以前喜欢玩的呢，你记不记得？好好的，好吗？好好，你在啦！来，哎，这样怎么样？冰块来去有没有？很冰啊，冰啊，再来要不要整个啦？这次再来整个了，好不好？他卡住了啦，彪哥，太大了啦！现在要跟我们的观众说谢谢他们，谢谢哈。然后说喜欢我们做什么料理，还要再跟我们说哦。下次会再找我们啊。
看看啦，看看会啦，会啦。彪哥比较贵。好，皮卡里找你们。好好好，我们是 Sweet 彪哥，皮卡里倒了啦，改名了哟。没，我们新开幕的。新开的，那很赞。等一下给我名片哦。好啦好啦，彪哥，等一下再跟你讲。啊，还要跟大家说情人节快乐，这样。嗯，好 ，OK OK OK OK， 一二三。情人节快乐！耶！小编大厨房，下次见喽！成功哦！谢谢彪哥。